Leo 聊世界，天天都不行。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中国团队对上巨罗战队，这一张地图呢是4v4的陆地游牧。 OK， 陆地游牧，我们在直播中常常跟观众一起玩这个陆地游牧打 AI 哦。那这一次呢，职业选手们也来打这个陆地游牧了。那陆地游牧呢，在以萨斯来说是非常少见哦，都是打这个游海游牧会比较多一点哦。毕竟天梯上的游牧呢，也是游海游牧。那陆地游牧跟游海游牧的位置哦，配置就会有点不太一样了，而且陆地游牧更靠晒哦，不太像是一般游海游牧，游海就行啊，你只要伐木个人渔船继续出，基本上肉不太会断啊。所以陆地游牧呢，更看运气哦，还有更看这个玩家们的弱点判断。那你只要越慢下城镇中心哦，你的村民数就会输给对手，你的经济就会比对手还要差，更容易被压制住。所以呢，陆地游牧算是我觉得很有看头的一场4v4团战哦。那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文明选择，先看一下道特，橘色选择的是乔治亚。乔治亚在陆地游牧的表现，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打这个插堡，然后打这个莫纳斯帕城堡时代可以直接插堡出，但是他城堡出的话会有这个数量上产能不太够的问题啊，主要是资源哦，城堡时代初期不太容易产出大量莫纳斯帕，而莫纳斯帕这个单位又要大量才会比较强，所以乔治亚道特在城堡时代时也可以回转打这个银冠技术斯万塔。这个斯万塔一打出来哦，防御箭塔都会有串烧效果，所以整体来说，这个道特在对手旁边的情况下，封建时代可能就会直接插箭塔去做防守反击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塔套，红色是选择了凶人，现在凶人呢开局会免费给一只小马啊，这个小马呢是可以去驯服动物的，非常强大。不管是陆地游牧还是游海游牧，凶人都是一个首选文明。因为现在呢，游海游牧的话可能不一定，陆地游牧的话一定是要选的，因为这个效果让他在无海的情况下，这个肉类获得比其他文明还要再更好。那我们刚刚开头讲到嘛，因为陆地游牧基本上是一个靠晒地图，所以本身有这个司马的话，有这个视野在，获得肉量很多，而且这些绵羊也可以给队友吃哦，而且你可以拿来探地图，获得更多的这个资讯，可以找到这些猪啊弱这些鹿的这个弱点，都是很重要的。凶人后期可以打游侠，也可以打马弓，而且剧情投石钉特别的准确，整体来说不算是太弱的文明。好，接下来来看一下 Riper 选择的是葡萄牙。葡萄牙在团战的表现哦，主要是打这个火神枪，让自己火器单位可以获得弹道学的效果，火炮火枪射程非常准。那比较多的是葡萄牙会在陆地游牧或是游海游牧打这个风琴炮配火炮僧侣这些战法，强弩或是重装骑士会比较没那么常见，但还是会依照战况去做出这些调整哦。毕竟葡萄牙来说，它是全能型的文明，三攻三防全部都有啊。那接下来看一下 Hera 这边是选择了蒙古人。那蒙古人在陆地游牧的表现还算普普通通，不算特别亮眼，但也不算套特别弱，因为陆地游牧的野猪呢其实算是很多的，而且还有这个鹿肉可以吃，所以整体来说它可以算是不弱的文明，至少比游海游牧比起来的话，陆地游牧的蒙古人可能会更厉害一点。那陆地游牧的蒙古人呢，后期也是打这个草原骑兵或者是蒙古突骑，还有这个骆驼作为主力的，后期可以转出大冲车哦，到处都跟哦，也是非常强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团队。好，中国团队这一次选择了也是凶人，那刚刚介绍过，我们不再介绍。那先来看一下波西米亚。OK， 波西米亚拥有免费的挖金挖石技术，在陆地游牧上，如果遇到对手的话，挖石免费的关系哦，所以打这个塔攻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城堡时代修道院也可以马上研发这个神圣思想跟宗教狂热，增加下村民的血量跟移动速度。整体来说，波西米亚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但它的缺点是要到非常中后期才能成型。那陆地游牧的波西米亚人呢，重点应该还是要围绕在这个城堡时代上的战车，只要战车能够顺利产生出来，就可以有效压制对手。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个青色印度斯坦。那印度斯坦人呢，他的打法也是全能型打法，不管是工兵、步兵、骑兵哦，他都有一定的对应方式。而且他有这个三对旅馆、哦、可以去增加贸易的跑速。所以以团战来说的话，印度斯坦是一个不错的文明，而且经济加成来说也很好。好，那看一下最后是肥龙是选择了蒙古，那就一样。好，看一下这里，这里比较关键。哎呀，这个道特的村民居然被 YO 给关起来暴打了，这个 YO 的手速、哦、也是很快的。OK， 那看到 YO 这边是到左边补了一个魔法，开始吃野味了。好，那这面的肥龙看起来是也是在到处吃野味，到处插模仿，一直吃一直爽啊。后面又拉了一条野猪。 OK， 那这个打法来说大家打的都是很正常，没有太多的奇怪的地方。那待会要注意的地方是、哦、上方这个位置、哦、Dot 跟 Wild 两个人的发展可能会变成整场的关键。那 YO 这边呢，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理乔治亚道特这边的箭塔，赶快升到城堡 style。 那陆地游牧跟有海游牧的差别来说的话，还是会比较容易打出直城的，封建 style 大开战的情况下会比较少，除非你家住在隔壁。哎呦，道特直接重盖 TC， 直接来打 TC 爆了。好，乔治亚 TC 爆也有优势，因为他的修理的价格比较便宜哦，所以跟对方对修城镇中心的话，他是不会输给对手的，所以打 TC 爆确实适合。好，那道特很幸运哦，马上就在隔壁遇到了对手 YO 这边呢是决定没有要来去修这个城镇中心的样子、哦、是要直接放弃，然后等 TC 爆了之后再去盖一个新的。那很有可能 YO 是想要打直城哦，就如果是要打直城的情况下， TC 可能要重盖一下，因为现在这边要升级上去的话要一段时间哦，要一直花很多资源去修理哦，容易封禁时代按下去城堡时代反而没资源，反而变成黑跳城了。哦，这个算是 YO 这边波西米亚要注意的重点。好， YO 这边升级是有500肉，但是没有打算要升级，应该是要果断放弃了。好，葡萄 Viper 这边是准备来升城堡时代。好，现在大家点位来说，目前巨楼战队只有道特跟对手正在开战， Viper 的上方有一位对手。那现在中国战队左右两边灰色跟紫色，这个大家弱点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好，那具有的战队是橘色、黄色、红色跟蓝色。好，那下面两家是获得非常舒服的状态，待会两家应该是会先赶快开农去打一下中间的位置，然后在左右两边开打。 好，那 YO 确实是把自己的城镇中心给放弃掉，然后维持让对方不要过来，赶快再补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YO 这边细节我觉得做得很好，因为有些观众会觉得说，哎，这个他过了我就跟他对射啊，然后秀一下，对不对？但是 YO 很清楚自己的强悍之处，并不是在对射，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反而是对手优势。那既然对手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跟对方正面硬刚，赶快回头挖资源，继续努力升到城堡时代。只要有城堡时代 ，YO 这边就不会输给乔治亚人。好，那这里看一下葡萄 Viper 这边是升到城堡时代。那不知道有没有侦查到上方哦，其实有一家在哦，这个灵魂导师啊在上方。这里看到不要打风琴炮咯，这里挖这么多石头应该十之八九是风琴炮啊，黄金也是挖了一大堆，资源量看起来是风琴炮一条线。那待会可以直接这边插一根宝，但是印度斯坦这边也已经快要升城堡赛了吗？看一下，好，这边快要升了。好，这边升级稍微慢了一点，而且还被迫撒田哦，这就是陆地游牧的一个随机性哦。而且陆地游牧越容易开在边边角角的话，获取的资源就越少，可能会造成升级太慢的问题哦。好，这边看一下，道特这里是开始用村民去拆，稍微尝试拆除这里的木墙，看可不可以打过去。
好，那 YO 这边已经升到了封建时代，封建时代这边还差一头猪的肉量，木头量已经够补下四级跟兵工厂。好，这里石料已经开始慢慢挖了，待会这里可以靠买卖直接上去也可以，但已经拉了这头猪，可能就多按个三村或四村哦，慢慢升级上去也行。好，白盆果然是来压城堡，这根城堡压这个位置，但是印度斯坦完全不想给对方机会，这里落马要赶快按吗？好，这里马上补了一个箭塔。好，现在塔涛匈人落马过来帮忙 Viper 协助把这根堡盖起来， Viper 是拉了非常多的村民直接硬盖，黄金矿的村民也过来了。好，这边硬盖好像有点痛苦哦，落马被枪兵戳到头破血流， 80% 应该能盖起来，左边还有非常多的村民在盖，七只村民。好， Viper 最后死了非常多村，只剩下19只村民了，大约死了11村左右。好， Viper 这边城堡顺利盖好，现在印度斯坦有点尴尬了，哎呀，这个堡盖好，我升到城堡时代我也没城堡可以去反击啊。这里有一根箭塔，但这个箭塔已经没有用了，我也被城堡拆掉，而且一风行炮一出来， Viper 就可以控制住印度斯坦。好，风行炮赶快按。好，现在 Viper 秒杀一家，那 Dot 呢也算是骚扰到对手，但还没有秒杀掉 YO 是不会那么容易被秒杀掉的，以他的实力来说，就这种判断、哦、对他来说是应该是轻而易举。 OK， 那看起来 YO 是活下来可以转出战车，那 Viper 是顺利的转出风情炮，那印度斯坦在上面开始慢慢的去搬家了。好，先把上面补一个新的城镇中心，但是家里这边的田、哦、还没有放弃，这算是一个细节、哦、不到最后一刻、哦、不轻易搬家、哦、好，那现在灰色 LYX 匈人现在也是转轻骑兵，轻骑兵先转出来，待会可以转骑士。好，但是青色这里有转 3TC 吗？ OK， 有转，这里要赶快转 3TC 哦，因为它离对手实在是太远了，这里赶快一直打强攻的话，很容易因为距离太远的关系走到对手家也被轻易挡住，经济不好而被对方滚雪球的状态。好， Apple 这边是直接拉风情报去跟随上面这些村民，好，看可不可以抓掉几村。好，这里是补了大石墙，到他这边也是开始做防守了，直接补大石墙去防波西米亚的战车。YO 一升到城堡时代，并没有马上补下城堡去压制道特，道特这边是选择了快开农上去。好，那后面补了一个修道院，那待会可以去点一下宗教狂热，先去提升一下村民的移动速度，对自己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加成的。好，这第二支风情炮出来，应该要来控一下这边的 TC 吗？还是要把这里围住呢？好，现在 Viper 出了非常多的风情炮了，大概有六支，那大概有六支左右的风情炮应该可以手撕城镇中心是没有问题的。好，肥龙现在是 3TC 转蒙古图记吗？还是先走草坪骑兵呢？好，当然是走蒙图了，蒙古图记的话打风情炮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工程器单位呢有外增伤效果，风情炮算是工程器单位了，但他第一时间是没有需要去救印度斯坦，而是要往下走找这个 Hera 跟塔套，他可能意识到这两家如果浓起来后期就不得了了，但是这里是怎样直接围死，哇，塔套打一个最稳的那种。好，变成下方腹地变成团队岛屿吗？那种感觉直接连绑，还是轮八地。好，这里蒙图开始输出，射得很开心。好，但是 Hera 也是蒙古人哦，蒙古人的话暂时没有出城堡，但是 4TC 农。好，但是塔套这里马弓开始出来了。好，那现在 YO 也补下了城堡，那现在关键呢应该是两边的匈人哦，两边的匈人都算是处于一个经济非常好的状态，那现在 LYX 现在是中国战队分数最高的玩家，那待会应该要赶快上去，之后赶快转游侠会更为重要，才可以扛住大局哦。
好，这里马弓过来可能会被吃掉哦。好，看一下上方，上方有个对宝。好，这里对宝看起来是没有打算直接开战，两边都是盖在一个蛮安全的位置。好，那道特这边可以思考要不要赶快升一下帝王时代，不要再开太多 TC 了，先拆对方城堡。那 YO 这边是双 TC 农，也是有打算要赶快升上去吗？还是要补三 TC 的？哦，已经三 TC 了。好，下方稍微打闹一下。现在风行炮从右边走到左边了。Viper 这边是单 TC 一直出风行炮，那风行炮已经稍微停了，待会有可能要试到单 TC 速帝王，然后打这个港湾大商战，围农一波，然后展出更多的武器啊。好，这个灰色有一些轻骑兵冲到了后方，冲掉了肉马。Viper 的风行炮这边要赶快来看一下。好，这里马弓骚扰。好，现在印度斯坦开始用投石车去反击 Viper 的风行炮。Viper 的风行炮现在影响力会越来越低哦，因为它不像西半征服者伤害很高，而且移动速度又快，基本上它是一个缓慢移动的武器单位哦。好，到了定点先原地开炮，控一下经济就行了，不要太过于激进哦，不然待会这一坨送掉一就没了。Viper 这边要是目标赶快升帝王，资源量还差了一些。好，道特果然是双 TC 速帝王，这个策略也不错。这里看一些穆拉斯帕去解一下右边的轻型投车。YO 这里是决定插了一根城堡之后，巨型投石机这里要补吗？还是这里要速帝王还没速上去 ？YO 这边是三 TC 啊，哎呀，那这里是确实速不上去。好，现在两边都是用马弓去骚扰对手，伊拉家里也是稍微被骚扰了一下，家里开始慢慢转出蒙古突击。好，这里凶人的马弓开始继续射。好，那灰色这边凶人果然是转出了骑兵铠甲，这边转游侠的话是唯一正解，因为他要打这些风行炮跟对方的马弓的话，用游侠是比较容易突破重围的，用游侠。好，这里游侠还没有升级，帝王时代才刚升上去的样子。还没有升帝王吗？还升骑兵而已。哇，这个资源量居然升不上去啊！还以为他刚刚已经升级好，结果现在被 Viper 跟凶人给压制住了。哇，现在三家打一家，凶人这边没有办法好好发育。好，这里蒙图两边都在秀操作。Hera 感觉好像有点惨哦，超音速稍微下降了一点，但帝王时代已经快要升级上去了。好，飞龙这边用蒙图击杀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好，赶快拉几只马弓过来正面挡一下，这里蒙图的数量有点麻烦。好，升到帝王时代的道特，巨型投石机赶快补下。现在凶人卡超还在疯狂按马弓，这里马弓被打掉了几只。骑士开始慢慢量产，好，这一坨蒙图终于要被解掉了，最后三只还要再继续秀操作，这就是职业选手们的坚持啊，还算是细节操作，再换一只就很赚，哇，差一点。好，那现在凶人的马弓现在是九折优惠，还不是八折，但多出几只还是省蛮多资源的。好，那现在 Viper 继续想要赶快升级上去，但是风行炮按得好像有点多。好，现在风行炮全部被解光了，这一坨风行炮被凶人的骑士全部吃光。这面巨型投石机开始反击回去了。好，进攻再进攻。好，拆掉这根城堡，现在道特是暂时安全的，但他现在要面临是两家夹击，
而且 Viper 基本上是接近死人状态，没有办法迅速回农。好，塔涛跟 Hera 应该是这一场巨楼战队的关键了。那刀头只能暂时给 YO 压力，并没有办法给到太多的这个正面打击哦。毕竟火炮一出来之后，被反应压制的人可能是 DOT， 不是 YO， 可能就有可能守下了。因为毕竟枪兵待会也会出来，莫拉斯帕打波西米亚枪兵基本上是完全打不赢的状态啊。好，骑兵升上去 ，YO 先转枪兵，现在榴弹炮升级也很困难。哦，结果这边猛攻的是 DOT，DOT 难道可以先行成型吗？莫拉斯帕还在努力量产当中。好，好像稍微有压制住咯。YO 这边的军营数量不够多，现在前面这几个枪兵还在努力生产当中。后面补了一个新的城堡。好， Hera 的蒙古突击已经来到了帝王时代，化学跟拇指环也升级上去。哇，结果左边这一坨村民被抓掉。哇，家里没有地方可以防守，赶快先收村。好，但是这时候塔套也来了，塔套搭配莫纳斯帕，哎呀，那 YO 单打独斗的枪兵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好， YO 现在很麻烦，面临大军的压境，道特有马弓的加持，也变得不太怕骑兵了。好， Hera 这边想要猛攻一下灰色，那紫色这边要赶快来帮忙了，肥龙赶快来救一下队友。好，这边枪兵硬上扛，但是莫拉斯帕的目标是火炮。 OK， 狙击头袭，拆城的东西非常快，直接拆掉。蒙古这时候终于赶到了现场。好，一发一发点掉巨型头 C， 道特第一时间果然还是被压制回去了，但已经拆掉了非常多的城镇中心了，已经算是不亏了。好，这里又一波入侵进来， Hera 这里一定是要赶快把紫灰色给收掉。那现在塔涛也是重点处理一下这个匈奴国，也是匈人国。好， Viper 这边也是闹帝王时代，赶快补了完大商战在队友家里，把房子赶快补下。现在没有人想要理 Viper， 因为大家都知道 Viper 是个半死人，去理 Viper 是没有太多的好处的。好，这里稍微挡一下，Viper 这边打了很多的村民。好，转出了火把，打拉汉骑兵远防特别高，啊，这个马弓特别好用啊。好，目前匈人暂时家里被压制住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农，但是肥龙开始从右侧入侵进来了。这波压制打得非常好，道特这边要赶快回农一下，但是现在道特真的很麻烦啊，前后夹攻能不能好好的打回去呢？这边来说，波西米亚现在拥有主动权，待会榴弹炮一升级好，也不是很好打。好，这里用狙击投石机打这个炮，但火炮身手敏捷啊，终究打不到。OK， 被收掉。好，这里 Hera 是决定继续爆蒙图，然后狙击头袭开拆路线，遇到火把，哎呦，火把打蒙图还是很厉害的哦。OK， 解掉了非常多的蒙图镜，但蒙图数量慢慢成型，这里有19只，哇，有19只基本上可以当成一个小主力了。好，这是 Hera 的狙击头袭。被拆光，但是顺利拆掉了城堡跟城镇中心。现在问题回到了道特身上，道特现在家里被印度斯坦骆驼冲了一波，而且后面还有火炮来拆除城镇中心，这里的村民大难临头了。
好 ，Viper 这边也是努力想要做点事情，用巨型投石机偷菜一下印度斯坦。好，下方这一波肥龙反打，塔套的城镇中心被拆，这也被入侵进来。塔套这边也是赶快鬼转达拉汉骑兵，黑罗赶快转一些蒙图回来家里守会比较好。好，正面的枪兵配上火炮，果然把道特给压制回去了。单打独斗的道特，这个乔治亚打波西米亚是基于劣势的状态啊。好，这一波肥龙打得非常漂亮，直接嘟掉了塔套正面的经济。现在要挡住肥龙的话，只能靠 Hera 了。Hera 这边的蒙古图记家里并不多，因为他的主力是在野外这里，灰色这里。但灰色这里已经产了这么多的达拉汉骑兵，而且已经有三房，而且还上了精锐了，三攻马上要好了。现在 Hera 要全心全意打灰色才有机会打进去。那如果全部的兵都在打灰色的话，那家里就会爆炸了。好，这里要想一下到底要先顾哪一边了。好，刀头这边很努力用这个修理折扣的方法去扛住正面，但是基本上已经快没呼吸了。 Viper 没有办法帮助队友太多，这也是选择了转出强弩。好，这里达拉汉骑兵直接上前吃掉了非常多的蒙古图记，达拉汉骑兵正面打线非常强大。好，这里蒙图两边在对射，但是肥龙还是拥有比较更多的主动权，因为他现在只要专心打塔套跟 Hera 就好。而且塔套已经被毒掉了，基本上塔套也算是个半死人。虽然经济没那么好，但还是勉强把精锐给点完了。而且现在达拉汉骑兵数量38只，这里要搭配 Hera 的蒙古突击一起进攻，就可以反推蒙古突击回去。这里有三攻啊，三攻还没有。Hera 这边打出了 GG， 什么？巨龙战队先打出了 GG， 我们恭喜中国团队拿下比赛胜利。哎呀，这个没有办法，果然 DOT 最后是被 YO 反推回去了。那为什么乔治亚人中间一度可以反推 YO？ 是因为有队友的帮忙。但是如果 DOT 一让队友回去的话，只剩自己要打赢波西米亚，真的是不太可能。而且又是 YO 这种等级的啊，波西米亚，而且后面呢，还有这个印度斯坦帝王骆驼，莫拉斯帕也完全没辙。所以不管怎么看啊，道特就只能使用自己的斯万塔配上莫拉斯帕努力硬扛。但不管怎么说，道特已经很努力做完他的事情。那 Viper 呢，在这场比赛中，唯一的功用就是插了印度斯坦一根城堡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虽然后面呢转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港湾大商战啊，但最后这个资源经济啊，其实跳的还是比150村战术的资源量还要少，没有办法给队友更多的资源啊，去逆转战局啊。那最后只能靠塔套跟 Hera 两下兵力去攻打四个人，这真的是蛮吃力的一件事情啊。那肥龙呢，他这边的打法也是相当不错的，给两边下面两下的一些压力。那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 LYX 哦，这个凶人哦，打得确实漂亮哦。明明前期被三家围攻哦，但是最后还是可以转出达拉汉骑兵精锐版本，三攻三防都有，最后还扛下 Hera 的直接的压制哦，这一个打法是相当漂亮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好，经济部分是有 Hera 拿到这个资源上的胜利，但是却输掉了比赛啊。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刷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